在你手上，到底死了多少人？当你恨一个人恨之入骨的时候，你是不是想尽办法想杀了他？我活着，他们就得死。游戏正式开始。清晨五时许，在我市郊区发现一具男尸。这是一起精心筹划过的谋杀案。检察院提前介入，犯罪分子唐小哥，你背后是有组织的。他们在我身上什么也找不出来。这个完美犯罪只是罪犯制造证据，而我们发现证据。你是在威胁我？告诉他，别去惹他不该惹的人。所有害过他们的人都要受到惩罚。我爸死得很蹊跷，这背后一定有阴谋。公然威胁国家公务，看来咱们得跟时间来个赛跑。我越恨你，越想看到你被绳之以法的惩罚。其实你一点都不可怜，因为你没有一点人性。我们不会放过一个坏人，更不会冤枉一个好人。如果他真的是凶手，我一定要抓到他，不管受到任何威胁，不自量力。你认为你比法大？在这个世上，还没有人能挑战法律。我们大家一起努力，让罪犯早日伏法。没有人能掩盖真相。我们会查清楚。